樱花高吻龟，这是在模拟台湾的生态。哇，这里也有，这是台湾的海鸥，还是这是可以吃的鱼，乌龟鱼吧？不是，台湾鲷。这样不是。罗汉鱼。德汉康草鱼一般都吃这个，啊，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那个潮间带红树林，丘拿的烤鸡腿那个潮间带，这鱼是什么？好好笑，都游在一起，然后喂东西，哎，欸，你看他们看到它，看到它就直接冲过来，他们会认嘞。这好像在体温那位四十几度，真的很像那个石木鱼哎，那个大师那个是萨巴拉呢，这个啊，这个石木鱼粥的石木鱼。是木鱼肚很好吃，就它啊，抓好些。那边长这样，大哦，然后去杀可以吃三天了。是木鱼肚用那个蒸的哦，好吃。可以看海报吗？这里没有吧？海报动物园才有吧？但是为什么海报这里没有？因为海报感觉不是在海里看得到，好像是那里，大家去那边。那边是企鹅馆。是啊。对啊。是啊，那边搞不好有海报。参观动物。企鹅那里好像很冷。真的、哦。对。还、啊、有北极熊吗？没有啊，北极熊被你杀。对啊，为什么动物园会没有北极熊？有企鹅，为什么没有北极熊？好奇怪。那北极熊要怎么来？跟企鹅一起来啊，一样的方式啊。但它比较大只哎。麻醉它。我不知道哎。对啊，好想看北极熊。这什么、啊、恐龙哦？也很可怕、啊，蛋，钟乳石，海洋的秘密哦，海洋的行程。真的还假的？从鱼变成，从一只很像鹿的东西变成鱼，太胡烂了吧？有可能是真的、啊，真的还假的？哇！活化石，这个，中国鳌，神奇宝贝，枪旗鱼。哇！太大了吧！阿尼阿维，电力不足了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它都不会动。对啊，它睡着了，还是死掉了？海豹，真的有海豹？那肯定要先看完海豹啊！啊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没有，海豹休息了。我今天终于看到海豹的真面目了，就长这个样子。哪里啊？海豹，哎、欸，这里啊，真的有海豹。
只有一只哎，剩下可能休息。为什么都喜欢倒着游？好好笑。对啊，跟不上。黄泽，是他刚从里面那个岩石游出来的。真的还假的、啊？哎呀，活化石哎、欸，这应该是真的哦、喔。那个水感觉……这不是，这应该不是水，这是那个有味道。这应该是那个什么？这是水啊？马林哦、喔，宝珠马林，还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。人会从哪里出来？中间那个，还是上面？但他怎么去的？顶楼吧。接另外一个管子，假如他突然可能没气，他下去给他吸。是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两根接一根出来在旁边。还可以跟着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可能都要看他。哇，真的，这里应该是有企鹅来啊，企鹅，企鹅台语啊，企鹅。真的好冷，看一下就走，好冷。他们也在吃饭。对啊，现在吃饭时间，然后喂给我们看。这是观众偷笑。偷跑进去，啊！夹到了！好可爱！谁辛苦了？太高！笑开笑开！你买个一配音好不？哎，他好像看得懂。哎呦！这一次。哎、欸，这只很抢镜头、哦。这只还在笑。这一只综艺咖。企鹅。好快呀、啊！镜头都跟不到。这个肚子好大。企鹅不是用肚子滑冰吗？好像鸟。那我手上那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在洗澡。他在放洗玻璃，怕我们看不清楚。这个字，这是很皮哦。这个字是疯狗。疯狗。疯鹅。你看他一直在。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丢靠！哎，他一直哎，对啊，他都不停，还去挤，还去撞别人，撞人哎！又滑过来，又滑回来，他真的是，他不知道在干嘛，可能在洗澡吧。哎，他觉得身上怎么黏那个，他不爽，他想把它甩掉。什么东西？假的吧？这真的还假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
是南极的鸭子吧？好可爱，好像很想出来。对啊，他可能不知道这里可以出来，他想要一直往这边游，摸他。啊，他朋友也来了。生物展示区，哎呦，鲨鱼！锤头鲨，这什么鲨鱼？那眼睛好开哦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哇，鲨鱼在上面！为什么它不会吃那些鱼？还是吃人鱼？所以他们两个不敢。你不动，我不动。还有这是白鲳，它那个煮汤的那种。我不要吃冰淇淋。嘿嘿嘿。走啦。丢了你，丢了你，丢了你，谁唱的啊？林俊杰哦，失去你。听看看是不是这首？阿 B 是谁啊？阿 B 就是清大正妹的清大校花的前男友。山上在下雨，还是去爬山？谁呀？清大校花。送你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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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